克罗埃西亚赫瓦尔岛。克罗埃西亚共有1185余座岛屿，其中有66个岛屿有人居住。今日有斯普利特、前往素有阳光小岛之称的薰衣草故乡赫瓦尔岛，这渡轮可载数十辆大小汽车，上有大厅及咖啡座。登陆赫瓦尔岛，车辆与旅客驶出渡轮，赫瓦尔岛可远溯于罗马时代，原本整个岛是森林，居民沿石灰岩坡地砍林地种农作，葡萄、橄榄树等经济作物。但是真正的满山遍野的薰衣草，却是这里特有的植物，所以有薰衣草的故乡美誉。薰衣草的附加产品，精油、香皂、乳液等等产品，成为主要经济来源。赫瓦尔之名源于希腊文明亮的小屋，城内的红瓦白墙的房屋，岩坡修建真是明亮。赫瓦尔港边的市集，入住当地旅馆，
赫瓦尔港最负盛名的酒店。旅馆内部大厅，建在山腰，可鸟瞰美丽的亚得利亚海景。由房间的阳台，不但可观赏到海景，还可看到山下游泳池内，泳客的景致。比基尼装美女的日光浴，和暖的阳光，照射泳池每个角落，美女们反映出健康漂亮的肤色，泳池外的海天，临近的亚得利亚海，谢谢观赏。